保卫队，你们好，今天天气不错，要和我们一起去郊游吗？下次吧，我们在巡逻呢。队友们，今天又是和平的一天。对我来说，今天又是无聊的一天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来点有挑战性的事情啊？你们好啊，火火龙守卫队。你好，杨伯伯。杨伯伯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孩子们，你们能来我的商贸大厦，我想当面和你们说，毕竟我要委托你们的可是一件大事件。啊，大事件？等等，我们马上就来。哟吼！只有遇到大事件，火爆才会那么积极。是啊，是啊，他就那样。嗯，走喽。杨伯伯，您说的大事件具体是什么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听说最近有商业对手想把我身上最大的机密偷走，诋毁我这个多拉岛最杰出企业家的形象啊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能保护好我的机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在房间里配备了安保机器人驱逐者。这个可爱的金属圆球是安保机器人。哎，不要看它那么可爱，如果我不说出正确的口令，三秒之后它就会开始驱逐我们。啊，我真想看看它怎么驱逐我。检查到非法入侵者，已开始驱逐模式。冷静点，快说口令啊，不然火爆就要被打成马蜂窝了。哎呀，口令是什么来着？毁灭目标已锁定，追踪导弹发射。再快的导弹也追不上我，因为速度决定一切。有了，队友们，你们先离开房间。小静，把金属门关上。好，小静，你快出来呀！别急，时机还没到呢。再不出来你就要被炸飞了。时间刚刚好。安全通过。杨伯伯，抱歉，我把你的驱逐者炸了。没关系，火火龙守卫队才是最厉害的安保力量。这可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机密呀！火火龙守卫队，拜托你们了，请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会轮流派队员过来看守保险箱。我来第一个看守。火爆在，没意外。才一个火爆，怎么挡得住敌人又邪恶的香蕉兵团？叽叽，幸福能量在朝我们招手了，叽叽。嘿嘿，他们走了，香蕉兵团出发。侯宝莲，我们该怎么进去啊？别催我，让我想想。有了。三毛，你的奶酪棒借我一下。这是奶酪棒的味道。说起来，我中午还没吃午餐呢。奶酪棒，我来了。奶酪棒呢？哇！轻松搞定，幸福能量开！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
香蕉兵团出发。一会儿我们回家玩游戏好吗？儿子，今天送你的游戏机，其实我是买给自己玩的。老爸，你……哎呀，我怎么把秘密说出来了？快跑啊！被那个机器人的光线射中，就会说出秘密的。浩浩龙守卫队，请帮帮我们！香蕉兵团在逼我们说出秘密。这个机器人好像杨伯伯的保险箱啊！伙伴，你还好吗？小静，我被香蕉兵团袭击了，保险箱被他们拿走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把保险箱夺回来。浩浩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浩浩龙守卫队出动！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雷暴双甲启动，坏计划肆虐，能量无限，怎能够让它实现？齐心去抗险，多拉和平肩并肩，不怕困，守卫战衣装备。小心，守卫队出列，快举手，胜利实现，火红剑演出，团结轰轰，守卫世界轰轰，都能把邪恶化解，轰轰，平安不退却，勇敢正义永远，轰轰，都面对不死不屈，守卫队为了希望出列，急速到达龙机甲形态转换，飞天龙战甲，谢谢你，闪电。哼哼，暴龙激光发射！不要给我乱跑啊！保险箱，捕捉网发射！毁灭能量炮！伙伴，你可不能阻止大家分享秘密呀！叽叽，你这是在侵犯大家的隐私！谁赢了，谁说了算！队友们，战斗吧！龙机甲形态转换。配合的太团结了，我们找不到破绽呢。那就让他们内讧吧，叽叽。不要说，我不想说。阿健，你的零食变得越来越少，那都是我偷吃的，是吧？难怪我最近总是吃不饱。小飞，亏我那么信任你。最近半夜三更吵醒你们的噪音，是我拆你们滑板车发出的动静。好啊，就是你让我有黑眼圈的。阿健，小飞，你们冷静点啊！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不要生气啊！他们吵架的样子好好笑啊！趁他们内讧，赶紧收拾他们！毁灭龙大炮！伙伴，我好期待你的秘密呀！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又贪吃又爱偷懒，喜欢耍酷，总是容易搞砸事情。没想到火爆对自己的认识居然这么深刻。但那又怎样，我就是我，我承认我有很多缺点，但我也在努力改变，我会努力让大家信任我，依赖我。我才不想听你的废话呢，给我说说你的秘密啊。我好像没事儿。该不会是秘密光线出故障了吧？那就再来一次。有没有可能是火爆已经诚实地说出了心中最大的秘密呢？不要啊！其实每次任务失败，我都想让你们替我背锅。
好啊你，侯宝莲，哪位直说了吧，每次捣乱失败的时候我都是提前溜走的。你们别生气嘛，其实我藏了好多香蕉。二毛，你居然那么胆小。虽然我胆小，但没你狡诈呀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两遍。火爆，看你的了。砰砰，火爆的正义时刻要来了。暴龙激光发射。我的保险箱啊，还好没出事。杨伯伯，我非常好奇，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机密，让你那么紧张？看在你帮我拿回保险箱的份上，我只告诉你哦，这是我小时候尿床的照片，要是被传出去了，就维持不了多拉岛最杰出企业慈善家的形象喽。好好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